我是 Erica。 嗨，我是大鹅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介绍一个游戏 Quick Draw。 这个叫 Quick Draw 的游戏是 Google 去年2016年11月中推出的，它是一个涂鸦游戏，然后它会随机出一个英文的名词，然后要求你在20秒之内把它画出来。那它呢是 Google 用来实验 AI 这个东西的工具之一。 AI 就是人工智慧。好，继续。用神经网络的算法对玩家的涂鸦进行一个判断，让 AI 自己学图像的识别，还有光学字源，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。然后我们在画出来同时呢，还会一直猜，一直猜，一直猜。这个游戏呢，除了考验你的绘画技巧，还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考验你们英文好不好。没错，因为它其实刚刚我没有试完，我完全看不懂它中文单词是什么。我们要准备字典在旁边。我们现在这个游戏呢，其实我们是要进行一个比赛。对，就是它总共会出六题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他玩六题，我玩六题，然后他其实是会在20秒之内猜出。那如果没有猜出的话，我们就算20秒。输的那个呢，他的秒数总加起来，我们要做一个大惩罚。什么惩罚？脸顶着对方的袜子在那个秒数，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，因为我脚没有味道。等一下，如果20秒，六题加起来有2分钟。等一下，你现在袜子穿在脚上，你就脱下来，你就脱下来，就等一下热热，我会生气，给我脱下来。而且我会流脚汗哦。好的袜子。哎，还 OK 啊，蛮香的。我袜子是香的，我也是香的、啊。OK， 好，开始吧。好，我先喽。你需要我要说求救哦。好 ，dolphin， 我知道 dolphin 是什么。开始 ，dolphin 怎么画呢？哦，我好紧张哦。I see diving board, or keyboard, or bench, or shark. I see airplane. I see fish. I see fish. I see trumpet, or whale, or hot dog. 我在喷水啊。Craft carrier. I see bath. 啊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胖一点吗？要胖一点吗？我竟然没有画出来。20，好，20了。等一下，刚刚很明显吧 ？Dolphin 是它是你要海豚吗？海豚是这样，它下面应该是平的。你刚刚是画、它下面是平的吗？冲鲨鱼它不是这样子吗？它很胖，海豚很胖。很胖不是鲨鱼吗？20。好，算了，下一题。好懊恼，等一下我怎么会没画？而且我觉得它的题目也太难了吧。Pick up truck 是什么？捡起来的什么？卡车。卡车哦，挖土机、哦，挖土机。好烂的、哦、英文，开始喽。开始。好，挖土机，我要先画一个车子。I see rainbow, or boomerang, or mustache, or foot. I see headphones, 什麼啦 or car, or truck, or roller skate,、哦、他有說 truck 欸、or frog.I see school bus, 快七秒 I see mouse, or dragon, or camouflage, or tender, I see dog, 等一下啦 I see marker, 走吧 Sorry, I couldn't guess it. 我两题都没有画出来耶。40秒，谢谢大家。我觉得是我这样很吃亏，我题目太难了。I don't care, pig 耶 ,pig. 好，我来了。哦，好烦哦。Pig 可以了吧？可以啦。那么简单，耳朵。I see mountain, or roller coaster, or sand, or rhinoceros, or frog, or teapot, or bear. I see the Great Wall of China. 什么啦？这还看不出来吗 ？I'm stumped. 为什么？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很明显吧 ？Or raccoon, or power outlet. Sorry. 很明显吧？很明显吧？你看得出来吧？你要画你后面的描述，应该画身体啊。啊，对哦。你根本在画另外一只啊。好笨哦！傻爆我眼！游戏不太对。我还要顶着袜子一分钟。大家等着瞧，我就不信你会全部画出来。Bread 那么简单。I see rifle. 好细哦。Or peanut. Or pool. Or bandage. I see shoe. Or screwdriver. Bread. Okay, I know. Yeah. 几秒看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好，大概10秒吧。不行，等一下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这边有录影，我们等一下再来计算，那这都是没有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再来算就好了。Beer， 来吧。干 beer 怎么画 ？I see bread, or spoon, or pear, or mouse, or bush. I see T-shirt. Oh, I know, it's bear. 哎，怎么这么快？十二，它那是倒数还是？倒数了，所以我用8秒而已。怎么画？好，试试看，我开始了。I see necklace, or pillow.Or watermelon, or basket. I see underwear, or wine glass, or hourglass. 怎么画水？不是，你换另外一个水龙头吧？水龙头啊！水龙头。这是什么？你画这干嘛？ Carrier. 水龙头。I see drums. 你画这干嘛？那你旁边什么意思？ I see dragon. Dragon. 为什么会有 dragon？ 哎，他要把你的，他要把你的画下来。而且你画的真的是有个丑。我只有画中一个哎。没有两个啦。我答对两个。好烂哦！
Oh my god， 他没有写秒数，没有。等一下，你看他水槽边怎么画水槽？啊，我画很像啊！你画超丑，你看别人这个才叫水槽，懂不懂？他真的是人家猜中的吗？对，这是人家画，人家猜到的。哦哟，很难的，我不是学美术的。3D 感哦，我最不能理解就刀柄。哦，你看很细吧？哦，它有一个跳跃感，它会喷水吗？哎，海豚不会喷水吗？会吧？你看有啊，这个。这是个人生物理解的问题。这好可爱，这好厉害哦！等一下，这个为什么可以中？这不能中吧？这什么东西啦？画的都还比较好。哎，他这样为什么可以拆挖土机？那我刚刚画那个是什么？我这里的挖土机、啊，我真的看不懂这什么意思。Dragon 画太丑了吧？哎，他们画的很丑，很丑哎、欸。我都还比较用心哇！哎、欸，他不是挖土机，他是货车吧？哎、欸，对啊 ，pickup truck。完了，我们完全误会了，英文很差的问题。好，你滚开来换我了。哦，我好紧张哦，你要帮我查。好啦，啊，跟我一样，学我。我要怎么样？等一下，我可以酝酿一下。酝酿什么啦？那么简单，我刚刚画过了。I see bottle cap. Oh wait, no. 好快啊！好，我想一下葡萄 ，OK。哎、欸，我还给他那个。I see bow tie, or ant, or binoculars. Oh, I know,、欸、it's great. 等一下啊，你的太简单了啦！美术天分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闻我袜子，袜子比较香。你要想很快的画，跟画的像不像，好不好？很难呐、啊。Buzz. I see bench or diving board. 你那个脚是什么啦 ？Or anvil. 我跟你讲，他已经猜不出来。Or bottle cap. Oh, I know it's bus. 哎、欸，为什么 ？Oh, I know it's bus. 哦，不公平哦！你的好简单哦，我觉得很难过。我画这样子应该可以吧 ？I see line. 这是橡胶吧？这是剑。I see hook. 这是 sword. Or tent. Knife. Or hockey stick. 不是一个 sword. I see sword. 你看，这是 sword. I see mosquito. Or elbow. Or bulldozer. 还有美术 Or toothpaste. Oh my god! I see clarinet. 怎么办？为什么？这是菜刀。Or raccoon.I see the Great Wall of China. 刀 Sorry, 刀 I couldn't guess. 刀不就这样？刀是这样。我头好晕哦。刀是哪样？一边是平的，然后有这样凸出来，长长的。啊，你待会看人家画就知道了。不一样。哦，我知道了。你要先想好怎么画。I see finger, or boomerang, or knife. Oh, I know, it's scissors.、欸画那么丑，不然好难哦、喔。这太难了，这样会他一定会误解成很多东西，菜瓜布之类的。然后我想一下 ，OK， 我知道了。爆米花，我猜他会猜爆米花。不会。I see squiggle or bush or garden hose or beard. Oh, I know it's rain. 屁啦！屁啦！我赢了！我赢了！你闻闻也是。屁啦！我很好奇他们的剑画，你看我好热哦、喔。游戏的压力很大，但是我好像就是压倒性胜利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不公平。点他吗？这不公平啊！你看，他跟我第一个画有什么不一样？他是这样子啊，看这个比较长啊。哎、欸，是打火机吧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？哎、欸，他画的好精致啊！太强了吧！他们画超丑的，你可以告诉我这是什么？那这才是什么？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就我们刚画的东西，人家也说丢脸。他上面不会写是谁吧？太好了，不会写什么电脑 ID 之类的。还有什么？这个啦。等一下，他这样 match 到他哪里 match 起来？我不懂哎、欸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这什么意思？烤肉架？哦，这个对啦，应该要这样，有左右脑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电蚊拍。这是什么虫类吧？哦，对，苍蝇的眼睛。欸、这个人还蛮厉害的、欸。啊，他应该理科的啦。谁一开始会想到要这样画啦？他应该是医生。好、啊，这游戏还蛮好玩的。我好想吐啊！对，大家赶快去玩。哎呀，惩罚时间，谢谢。